早上六点，乌漆抹黑的一片，不让变鬼吧。早上六点半，我们准备要来搭热气球。我们现在在 Yarra Valley， 这里有搭热气球的活动，全长大概3到3.5小时。耶，他们刚很扁。然后现在一直灌风进去，就开始了。然后应该会喷火。你卡起来咯。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飞起来了，怎么可能？救命啊！我不要。对，天空好美哦，好，就是粉红，粉红色的。我们现在正在高空上，你看热气球好酷哦，虽然脚还是有点抖抖的，但今天很美。是没有那个脚踏实地的感觉。是有了，但是就觉得痒痒的。It's normally me, but we had a bit of a tangle in the top of the balloon today. 太阳要出来了，对不对啊？好美哦，有那种一层一层建成的感觉，对，它就跟那个降落。那个也是吗？嗯，太阳已经出来了，很美。Sunrise, guys. Looks like we've made it through another night.雾雾的感觉。Now keep going, boys' corner. Oh, five or three. 我看往下拍，我们在他们上面了。哦，嘣嘣。Wind is slower. Sounds of a cold stream over here. 哎，所以它其实没有喷火，它还是一直维持着。因为它把这个空气关在里面了。对啊，它不会弄，它的空气往上。Anyway, so we're going to get my book done, and I just. 它应该是要下降了。飞这种低的蛮酷的。对啊。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体验哦，整个体验大概一个小时在上面吧，很酷。虽然脚没有踏到地，有点毛毛的，但是从上面看真的是很漂亮，而且看到太阳升起的时候，啊，但是你看 landing 的时候，大家就是会倒哦，有点狼狈，真的会倒。我们整台是倒的。对，但你看泄气很快耶，马上就没气了。啊，那我是喜欢它低空飞的时候，然后可以看那些树，还有动物袋鼠，很可爱。而且我们降落在牛大便的地方。好，我们去吃早餐了，好饿哦。Hi，That's it, guys. Don't go too far. Don't go too far. Campaign well, we have a motivator. We can always do the bubble sticker.